觉得我们还很年轻，还年轻嘛，对不对哈？我只有七十几岁而已，哈，但是看起来蛮老的。虽然讲咱那个就少年哈，但是有些事情呢，因为太多事情了，所以说有些时空方面就有点的那个一个记忆会有点被丢掉，这记忆会有点扭曲，或者记忆会有点增生，这样就像德瑞塔讲的哦，中基哦哦 ，difference 会有那个是文字和言语这个可能这样性哦，所以要补充补一点哦。那刚刚彭老师讲的那个，我稍微做一点补充啊，不是修正哈、哦。那其中呢，他讲正意识，正意识的时候，我都很奇怪是正怪意识还是正种意识啊？这样，所以我们两个人常常混在一起，搞不太清楚这样哦。那其实有一个朋友在这边对那个台湾这个教科书里面要有台湾文学应该回归到台湾主义性的这个人相当具有贡献，这个人就是郑子英老师。他有 cancer 有肝癌10年的时间，他在肝癌的时候做了好几十次的外科治疗，然后就穿刺，然后服药，到最后他连上台北是可能就死在台北那样的精神，也去到教育部去跟他们谈判。这就是郑仲颖老师，是我尊敬的朋友。但是刚刚那个彭老师讲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可能没有提到，是说认识台湾改变了台湾大部分年轻人怎么去认识台湾。这个课程是怎么样？这个课程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郑正义老师，他那时候是陈光富立委的助理，陈光立委的助理就透过他的影响，然后给教育部长，当时国民党的教育部长施压力的结果就是好，那我们来编一编。那是李登辉执政，李登辉也有这样的思考啊，哦，所以就请郑老师说，那我们来编一编，就认识台湾哦，但是不要太过于对中国历史有所侵略性，这样哦，跟侵略了哦，做小弟了这样，结果就请陈光的助就去处理这件事情。那最后交给郑正义老师，其实陈光富是郑正义老师一手在后面给他操盘的，所以郑老师提出四个名单，就是李永志，李晓峰，还有那个另外一个戴宝春，几个四个人就编了一本，就是现在就是以前大家那个学生读的那个认识台湾，刚才谢朗哦，就让教育部编这个认识台湾了、所以这个朋友这样的努力有这样的结果，我们真的要感谢他，虽然他已经过世了哦。这就是郑老师那时候要做的事情，那时候已经跟我是朋友了，他当时打电话给我，我们是朋友，但是还没有处成男色哦，所以彭老师那时候跟他就开始结盟了哦，结盟了，成为一个共同的力量去做这件事情。但郑老师他的执行力、行动力非常强，就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就说，自己大学的社序这个问题，牵涉到就是南部的这个朋友们，跟自己大学的村里那些朋友们，跟文学界的朋友们，大家合作去处理的，共同处理的事情啊，当然是也是要求教育部去压迫教育部处理这件事情，哦，所以有这样的结果。但是我们真正目的是说，台湾文学应该在国家的机构里面，就国立大学里面成为文学系，才能够影响真正的影响所有的中学生、小学生、大学生，这是我们共同的梦想。所以这彭老师讲的时候有点时间差了，但是我要讲一点，就是说在这个自由大学设计完以后，那2000年7月份就成立南社，所以南社的成员包括现在坐在这里面的都
都是男的参加，哦，江医师有是没有参加中社，那男的参加，哦，现在坐在我后那个中台那个赖元先生，那是中社的社长，哦，所以那时候说要大学里面是要设台湾文学系，那个运作的核心是男社，那个运作的操盘的人。大概是两个人啊，哦，一个是郑老师，一个是我，主要的操盘的战略，作战的战略，怎么去战，用什么样的方法战，用什么样的论述，什么样的策略，用什么样的论述论论述，大概都是，几乎大概都是，可能从我这边发动的，所以彭老师，你那篇文章会登在《台湾时报》，是已经事先安排好的。事先打过招呼了，所以那时候是李旺凯在那边当主编辑，说这篇文章第一个彭老师发动的第一炮，哦，开炮的第一炮，就是明天会登，就 OK， 那就明天就登起来，就这样发生的了。所以男社成立以后，那我们就第一次就是，要求跟教育部一起见面嘛，哦，就见面，哦，那时候也成立中社、北社。东社这个四社再加进来，跟台湾文学台湾，文学台湾那时候是比较没有接触到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碰击，这样，所以后来这个社系的问题就是陈水扁以后，那经过曾志南的谈判，哦，但是曾志南后来我碰到他的时候在资本社，他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讲的是火星文呐，啊，还有台湾三个字经呐，啊，哦，他非常不爽，非常非常不爽，打电话就一直骂五分钟，然后我说你讲完了吗？郑部长你讲完了吗？如果你还没有讲完，你继续讲。你不拍起来做保定哦，就把电话放下了，说谢谢你啊，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后来再碰到那个后面那个部长，不是就是前面那个黄仁春谈判的时候，那市长你有去吗？你有去吗？哈，哦，四个社长，还有立法委员五个，哦，那时候我代表谈判到台北去谈判，就是国文台湾文学系社系的问题。那谈判的时候在台北一个饭店，由黄部长请客，还没有谈判之前，我们就大家互相换名片。结果他给我讲第一句话就说：“郑医师，我们的共识是不是很强？”我说：“我想我跟你的共识应该很强，其他朋友的共识应该很强。”哦，赖市长你也记得那个时候对不对？非常简单，不是坐下来吃饭嘛？哦，我说现在就坐下来吃饭。那你都在讲红毛，这出来干什么？就谈每年要设几个系，几个学校设几个系，设文学系，哦，要每年要几个名额，哦，然后这样有计划的去处理这个事情，还有包括客家的文化，客家的那个系所，哦，是这样的。那个那时候的谈判是这样的，不要没有一分钟就决定了这样的东西。然后在坐中间，就是还有一个杨伟哲，哦，你说廖渊的，廖渊是气管系的，杨伟哲是数学系的，他们都参与了这样的，他们是进入中社、北社，哦，还有跟郑老师一起共同努力去为这事情。所以台湾文学系国立、公立的国家的国立的文学系是这样设立的，哦，因为那就这样编有名额、有经费，而且有一个严谨的那个一个层次的那个一个方式。后来曾半珠教授在这边，你的台湾文学系设立的时候是在一个饭局里面，那时候因为我对阿北不太爽，说我叫一个朋友去开会，然后就讲一个说应该设台湾文学系，请一个人去当台湾文学馆的馆长，是这样确定的。这
发布的时候，当然不是我们发布嘛。发布的时候，你们要了解，运动者跟政治人物的不同是，运动者他做的事情哦，他不必要成为他的 credit， 他的职业或是他的宣传品，是这样的。所以这边运动人要看清楚，就说你做事情只有牺牲、奉献、付出，其他事情不要讲。如果你要讲这些东西，那你就退出运动的那个团队。所以有些事情，真正的文学系的设立应该是蓝色以后才启动的，这跟龚老师刚刚讲的，是不是有点落差哈？我稍微补充一下哈，不是谁对谁的问题，因为那个运作是我在，一大部分是我在后面操作的，包括跟媒体的关系，跟台北的那个运动团体的关系，跟中四社的关系这样，所以我大概用了蛮多时间来补充一下哈。不好意思，我就说要谈，我谈的话我也加入来谈这个谈话里面，这个补充里面这样哈。